大家好，我是明思，今天呢跟大家拍一条开箱片。今次这间店铺呢就是一家香港品牌来的，叫做 Alicia。 那我成日呢都在 IG 见到很多女仔穿她们的衫的了，那我都觉得很漂亮，但一直都没买过。今次呢就很多谢她们邀请我啦，那我就在她们那里选了六件衫来开箱的，我们一起看看咯。第一件咧就是我而家着紧嘅呢一件啦。咁如果眼嚟嘅观众咧，应该都知道我曾经着过佢嚟拍片噶啦。咁就系之前反煲嗰条片啦。咁我都好中意呢一件嘅，因为佢都系一字膊啦，咁露到我最中意嘅膊头咯。然之后咧，佢呢一个位咧有少少泡泡同透明，咁但系佢泡泡得嚟咧，又唔会话系太公主、太女仔 carry 唔到嗰一种，反而咧系有啲特别嘅感觉。咁所以咧我好中意噶。咁佢呢一个颜色都系非常之易衬啦，咁样夏天都系啱浅色。咁然之后中间系有啲皱下皱下。咁样就成件衫就冇咁普通咯，因为一字膊嘅衫咧就好多啦，但系啲款式要简单得嚟又唔普通嘅话咧，其实就真系唔多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就好中意呢一件嘅，咁着落去咧都好舒服啦。我自己其实仲有少少松，系个肚嗰个位就啱，因为而家个肚大咗。咁但系呢一啲位咧，我系有的咁多松嘅，即系我垂直嘅话，佢系有少少斜咗落去。咁但系都唔影响嘅，系啦。咁所以好多身形嘅女仔都可以 carry 到嘅，系啦。咁呢一件就系第一件啦，第二件。就是这样的第二件，好靓啊呢一个。呢一个咧，我睇相嘅时候，其实又觉得佢唔系话咁靓，咁但系咧，估唔到着咗上身之后咧，更加靓噶咯。咁你冇睇佢咧，佢巢咪掹，你望落又好似闪下闪下咧，好似好唔舒服咁。但系其实系好舒服嘅，入边系劲滑捋捋，同埋佢系好有弹性嘅。我而家个肚咧都完全着到系冇问题。我谂可能再过多一两个月都有机会仲着到噶。同埋佢本身系有 pad 喺入边啦，咁就唔使自己再穿 new bra 啦。呢一样嘢系超级好啊。Sorry 啊，因为阳光嘅问题咧，我决定转一转位。因为头先系不断有一条好奇怪的光喺我块面度，咁所以咧咁样影会好少少。咁呢一个咧我都真系几满意喎。佢呢个长度咧系容易控制，因为以我个高度啦，咁呢一个系 S 码嚟嘅，佢唔会太短嘅。咁但系咧，如果你又觉得佢长得滞嘅话咧，其实你可以偷偷将佢掹高少少。咁因为佢出边咧系巢咪掹咁样咧，所以咧你系睇唔出你掹高咗咯。所以呢一样嘢系几好。同埋啱啱去影咗全身嘅相咧，我觉得呢一件比我想象中显瘦嘅，可能因为黑色啦，但系。只脚嗰个位咧都唔会令到我望落好粗，咁所以咧，唔错唔错。好啦，第三件， wow. 第三件咧就系咁样嘅。呢一件咧就系比较成熟少少噶啦，咁老实讲咧就冇我想象中咁靓喎呢一个，可能因为佢有啲长得滞啦，咁去到我膝头哥上面嗰个位咧，对我呢个高度嚟讲咧就已经望落只脚好短，咁但系佢就呢一啲位咧我系中意嘅，因为咧佢系咁样露膊啦，咁都几靓嘅呢啲荷叶边嘅位，咁但系咧有少少太低胸啊，我都系要遮一遮佢，或者要着个唔 push 嘅 bra 咁可能先会好啲，但如果你系中意一啲偏成熟风啊，唔想咁妹妹。妹仔嘅感觉嘅话咧，咁我觉得呢一种都系合适嘅。呢一啲咧去啲正式嘅场合都好啱噶咯，我自己觉得。咁佢着上去咧都舒服嘅，都系滑捋捋嗰种感觉。同前一条一样咧，都系后面有拉链嘅，咁就着嘅时候唔会话好辛苦，要逼逼逼逼咁样逼上去。我觉得佢系比较适合一啲可能廿零卅岁嘅女仔会啱啲嘅，系啦。如果你得十几岁啊、二十头嗰啲咧，着呢条咧就有少少成熟过头。好啦，第四件。噔噔，就是这样的白色 lace 爆爆光甜白色 lace 连身裙，是啦。那呢它这个是短袖的，这件跟头先有几一样，我觉得略为成熟了一点点。如果我要穿这个呢，我想我要扎回我头会比较青春一点，是啦。现在我这样一点曲这样摆下来呢，就会即刻成熟了几岁，我觉得。但是呢它穿上去都是很舒适的，都是你望落好像鞋湿湿，但入面是很滑的。还有呢它穿是很简单，这条拉链是超级容易拉，咻这样就拉咗上去啦，咁呢一个咧，其实我觉得好适合一啲 OL 啊，唔知点解成个感觉咧，就系俾一啲 OL 翻工啊，又或者去啲公司嘅场合咁样着咯。同样呢一个长度咧就比较长嘅，都系去到我膝头哥上面，咁我都系建议，如果同我一样150嘅女仔咧，就唔系太适合呢一条啦，系啦，因为佢系冇得教噶啦，呢一条已经系最细嘅码啦，好似系嘛，你只脚冇翻咁上下长嘅话咧，着呢啲咧个比例就冇咁靓噶啦。咁我哋再换第五件。噔噔，呢一条咧即刻青春翻好多啦，可能因为佢个蓝色同埋都系一字膊嘅问题啦。啊，我唔记得同大家讲咧，今次其实我六件入边咧得一件系衫嚟嘅啫，其他全部都系连身裙嚟嘅。咁因为大肚咧，我觉得连身裙系方便好多嘅，一嚟唔使衬啦，二嚟唔使系咁搵啲衣柜入边仅余可以着得落嘅裤啦。咁所以咧，我系中意买连身裙嘅。而家嘅话，佢个质地咧好舒服嘅，我唔知啲仲系咩布，但系你摸落咧。
係滑捋捋嘅，咁但係咧就唔係話好大彈性啦，咁所以咧我個肚再大少少嘅時候，可能就會著唔落咯，係啦，咁但係唔緊要啦，即係你生完之後都可以著噶嘛，係咪？佢呢一個顏色咧係超級適合夏天咯，完全係要出去同陽光影相嗰只咯，所以希望喺我個肚未大得咁快之前咧，我都可以著住呢一件嘢出去影下相先。身後呢一個位咧，佢係有微微嘅 V 字啦，咁係分開兩浸嘅，咁呢一個咧，我覺得幾好，即係佢唔會太低胸，咁但係又有滴滴咁多嘢睇咁樣，個袖咧都係泡泡袖，但係泡得嚟又唔係勁過分嗰種，所以咧呢一條我都係好滿意嘅。好啦，我哋睇埋最尾一條。好靚啊！最尾呢件，佢呢一件咧，雖然有少少誇張啊，即係我覺得就算你去約會食高級嘢咧，都好似有少少誇張。咁但係咧，佢真係好靚喎。可能去影相啊，又或者有啲咩 event 嘅話咧，其實都 OK 嘅，係啦。咁你平時出街就略然有少少誇張。首先佢個質地真係舒服到嘔啊，係勁舒服，就好似嗰啲滑捋捋嗰種絲質睡衣咁樣咧，完全就係嗰個質地嚟嘅。咁啊著上去係褲嚟㗎啦，好安全嘅。咁同埋咧。佢呢一啲位咧，因為有兩層裙咁樣嘅嘢啦，咁你望落咧，其實係都 OK 顯瘦，即係你唔會覺得你見到個肚腩又或者點樣。咁佢一字膊其實都可以啦，如果唔係咧，其實你將佢掹上嚟著咧都係 OK。咁但係掹上嚟著咧，就好似變咗人哋去做姊妹咁樣咯，我覺得有少少。所以咧，我都係覺得一字膊會好睇啲嘅，係啦。好啦，咁六件咧我都试咗上身啦，咁大部分咧都系满意嘅，除咗有两件咧，我觉得自己唔知点解可能唔小心拣咗啲比较成熟嘅款式啦，咁但系咧其实佢系靓嘅，只不过系成熟得滞咁解嘅啫，咁所以咧如果系啱你年龄层嘅话咧，我都系推荐嘅，系啦，咁我可能摆多几年，又或者俾啲大啲嘅 friend 着都 OK， 其余咧我都觉得系好靓嘅，咁咧我应该系会揾个机会，可能迟啲去影大肚相啊，又或者出到街影靓相嘅时候咧，都会着佢哋去影一批。另外，如果你哋都對 Alicia 嘅衫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 click 入去佢哋嘅網度睇下嘅，我會放喺 info box 噶啦。咁如果你輸入呢一個優惠碼嘅話咧，係會有九折噶，有效期係一年嘅。咁所以大家都唔好錯過，記得去望下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呢條片就去到呢度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 我同訂住 channel 啦。想睇多啲生活相咧，可以 follow 我同埋楊楊嘅 Instagram。留言嘅話，可以去 info box 入邊同留言 link 度留言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